有特征组，其实对啊吼，阿宏哥讲了真对哦。为什么？因为特征组唔单是办蓝或绿，一是什么人有问题，再高的官都可以查，这才是当初成立特征组的目的，对不对？伊嘛有办过国民党诶啊，伊嘛有办过民进党诶啊，为什么有诶人爱惊遐？不用怕嘛，没有做亏心事，你为什么要怕？欸，可是也有人讲，特征组办案最大家印象深刻的是哪一个？陈水扁，哎。对，陈水扁。所以这次在讲特征组案件的时候，就有人讲了，说，哎，陈水扁的案子当时就有讲了，是不是还没有查清楚？陈信云那个时候气冲冲的说，你们谁没有拿我爸爸的钱？那一些在海外的几亿，海外的那些钱回来了吗？你觉得都找到了吗？好，过来蒙。当初在办这个扁案的时候，哎，要请教的是我们的慧玲姐的这个专家哈。因为当初是一张相片，让这个扁案成为破口。那个时候的谁？国策顾问，我们的陈哲南。哎，他呢涉及了高捷移工弊案，就是因为在那个济州岛的赌场里面的一张照片，说成为了剪掉的一个突破口，是不是？是是。哎，听得到吗？哈，黑熊金西多，大家好。哦，慧玲姐，大家报告一下哈。首先，我要请屏东的乡亲原谅了，我台语不够练等了哈，所以哦，我可能要用国语干美赛。谢谢哦，谢谢大家。这个陈哲南的弊案出来以后啊，刚好凸显什么事情？刚好凸显民进党用国家机器在迫害韩国瑜，干丢。嘿，跑到人家的岳父家，明明十八年前的砂石场啦。要去挖，挖哦哦，掘地三尺，挖了38个洞，结果挖到像咪博，什么都没有挖到。那这些钱，当初检举的黄国昌，还有现在去挖的那些国产署，要不要赔给我们纳税人啊？我们纳税人的钱是给你这样随便乱花的、哦。今天一个岳父的事情，就是想搞韩国瑜嘛，这么简单。但是你抓不到，我跟大家讲，后面还有下面奥宝，你怎样不？现在啊，挖出来的土，挖出来都是土啦，没有挖到什么东西啦。可是这些土哦，要带回去检验啦。你怎么知道明天检验出来，搞不好他把土拿回去以后，故意给你放一点污染的东西在上面啊？哦，你这个就又有问题啦。我告诉你，民进党最会这一招，他们自己人做什么都可以。陈哲南贪污确实被抓到，为什么要被特侦组？就是因为民进党被特侦组抓怕了嘛。所以蔡英文一上台就怎么样，就永绝后患。哎，把特侦组废掉以后，我们民进党爱怎么贪就怎么贪。我给报告哈，请假我告扣我啦。你看一个派到日本去的谢长廷，我们屏东有那么多可爱的渔民的乡亲。结果在跟日本人交易的时候，用 double 雕去换黑尾鱼，哎，300万吨换300万吨，那个是等价的鱼产品吗？要说卖台，民进党不称第一，没有人敢称第一啦，对不对啊？还说什么？还说我们的渔民太活泼了，哎，当跟我们帮我们台湾人去跟日本人谈判的时候，屁都不敢放一个，请问这叫台湾人的尊严是吗？请假是闹亏了，我跟大家讲啦，民进党上台以后，我们不要说对日本人没有尊严，对日本人看到日本人跟孙子一样，哎，我们的渔民没有尊严，还要被我们的驻外的这个代表说，哎呀，渔民太活泼了，哦，意思就是什么？哎，渔民你们自己爬爬帐哦，出事不要来找我，都是这意思。连日本人看不起我们就算了，现在连泰国人都用鼻孔看台湾人，是不是？是。我告诉大家，驻泰的，我们现在台湾要去泰国旅行，你知道去年的时候就已经要调涨费用哦，团体的签证要调涨费用。调涨费用以外，记不记得他们驻台湾的代表还讲一句什么？还讲哦，你们那个台湾旅行社哦，哦，拿那个护照签证哦，都拿那个装鱼的袋子啊，哦，只差没有发出鱼腥味啊。这样子给我们修理，这样子给我们消遣，到了今年更过分。为什么更过分？你要去泰国旅行是不是？
你要去泰国旅行，请你把你的财产证明交出来。你看咱台湾人袂起啦，就是安尼啦。今天蔡英文执政底下，我们台湾人就是安尼，让人看。去年九合一大选，我们有没有跟他讲说要以核养绿，有无？核电厂是不会制造二氧化碳，又稳定又便宜的能源。结果他怎么样？他核电厂哦，他说核电厂好危险呐，我跟你讲呐，哦，随时都会爆炸。那你怎么到现在还在用核二厂、核三厂？你连骗笑啦，你不敢废，为什么？因为就在没有废的情况下，你不用核四，台中都要增加100万吨的火力发电。我跟大家讲，民进党你贪台湾的钱就算了，你还要台湾人的命，这种政党还敢让他继续执政吗？说到特侦组啊，没想到韩国瑜在政见发表会当中讲出特侦组的时候，蔡英文也脱稿演出了，不看稿了，但是讲话变得支支吾吾了。为什么？因为他害怕，他怕那特侦组万一恢复的话，陈菊你看他手板上面多少的案子要查下去，现在这个时候多少我们的纳税钱被用到了什么样的地方？哎，现在尹力这个时候还大拉拉的在明天要办活动，钱是哪里来的？这如果特侦组真的恢复的话，看来查下去艳影可不得了哦。哎，怕到特侦组你敢不怕？对咱人民来讲，我们是不是认为特侦组伊若恢复，那有啥弊案，那都一家给我查清楚，对不对？庶民想知道的是真相，对不对？好啊，咱个来看哈，爱查个查哈，哎，阿姨讲了真好。来，咱来看一下哈，韩国瑜这个在政见发表会的时中讲，伊那酸掉，伊要重启特侦组。民进党的人吼，佮造出来讲啊，政见发表会你讲这个要做什么？哎，可是人民是不是真的很想知道真相？因为强强棍大哥来哦。陈菊市长，他呢在现在是我们的总统府秘书长嘛？之前私烟案的时阵，嘿安娜，有什么问题？为什么有那么多的国安人员、特勤人员，会使去买上万条的私烟？这件代志，你敢有查清楚啊吗？这是不是爱查？强强棍大哥，信付案200亿，应该是不是不知道现在人在哪里呀？啊，这是不是爱查？啊，啊，还有啦，高雄人。3300亿负债，这你嘛有分呢？这刚边查啊，强强棍大哥。台湾人要看的吼，足简单。台湾人要看的足简单，查出来，该关的入去关，较早入去的，迄咱饲鱼的饱啦，入去啦，啊、哦。哎呀，你无够叫我吃半顿就好啦。贪官污吏的人呐，是真正贪官污吏的吼，伊都饿死嘛，无要紧啦。这个欠毒真正有够要死的啦，再来200几亿欠付案，欠付案200几亿，我爱去你基金哦看，啊这边入去我足欢喜入去看电话组报，啊这边看的看，看迄两仙吼，迄两仙一个姓戴的，啊一个姓蔡的，啊两仙搭伫边遐，我安那看哪吉拢袂瘾甲看我过。欠付案看过，搁欠付案的啦，迄个欠付案的工厂，乡亲时代200几亿，200几亿哦，阮公司的钱呢？既然吼是四工，我会记得我早早做少年的时阵吼，要借30万，银行要借30万无呢？无啊，搁要借较济一块，提出来报，伊咧17亿吼，会当伫四工安尼，唔知我等伊来，我唔知啦，卜准。17亿可以用自己人做的哦。即马遐拢无做，拢做200几亿。即马要甲查落，掀起来要甲查落。阮高雄三个立委转台吼，10几个，但阮高雄着三个立委啊，讲个袂使查。一个叫做杜君啊，伫基山。所以阮高雄人要问，民进党陈菊，高雄人甲你问，3000万个负债批对去，安怎来？陈菊。民进党讲个清楚，好不好？唔敢讲，明仔载要游行，哈、啊，开始做作混乱。你即马听到也是网络对唔对？地下电台更加严重，哦，地下电台，吼、哦，阮高雄阁有一个什么和尚剃光头的安尼，好、哦、个，安尼啊话，后迄款的讲做和尚啦，迄款的讲做和尚啦，哦，迄、那个神仙啊，神啊，神啊，阿弥陀佛啊！哦，迄款的讲会做和尚，会做仙，
一刚刚在电台呸，啊！哎，东京时代，你敢知影明仔载什么日？那是消消的党，对咱自雄善良的国民党。哎，你韩国瑜啊，当选市长，虽当选无当票的人哦，拢无当票的人。伫三月、四月，迄工厂我拢去甲看，做帽啊、做围巾、做衫，就是要罢免韩国瑜。三月工厂在你做啊，做偌济你敢知啊？明仔载你顶无啊乌的，我甲你讲哈，迄三个拢伫工厂做诶，讲要罢免韩国瑜，伊咧烧吼，就要制造混乱。啊，即马甲遮听过来，咱毋是咧，咱是要邀请全台湾的好朋友讲来哦。来，阮各方看哦，一年啊，你看韩国安怎做，安怎拍拼，吼，阮是要邀请因来呢。他们开始要做做分端，伊放风声讲啊，若当着暴乱，看要安怎相拍，看要安怎啊，抗争，看要安怎。看到韩粉，你有看啦？看到韩粉讲安怎？他突然看到韩粉，就要安怎？假四川的变，我韩粉。我即马直接甲你讲讲强，我韩文，我支持韩国的，我带你高雄市。你有没有注意到，在之前的时候，新潮流绿营的人在这南高屏这地方执政的时候，没想到像赵家宝这样犯法的人，还可以在这样高雄屏东到处拍拍照，每天还在那边开这个上 FB po 文，说自己在哪里还在打卡。结果这些人居然在这个绿营执政之下完全视而不见，是个通缉犯，反而拢总无代志。但是韩国瑜当了高雄市长之后，四个月赵家宝就在屏东落网了。但现在韩国瑜在政见发表会当中，他说到他当了总统之后要恢复特侦组，好不好？哎，其实立刚哥刚刚讲得很好，要恢复特侦组。而且伊不是讲讲专门要去共查呢，伊是讲如果恢复了特侦组，若是有查到伊贪污，伊要安怎？一天吃一顿对不？伊是嘛咧讲？伊讲我无资格一天吃三顿，你一天给我吃一顿就好。而且他要怎么样？哎，你们都知道，韩国瑜说如果呢他要是真的有贪污的话，他情愿被关到死，因为他觉得这对不起老百姓，对不对？对。哎，雅静姐，您可能也要支持伊，为什么呢？因为他说他如果成立的这个特侦组，他要查高雄负债3300亿。您支持完呢，不是说没做工作，不过很多事情我发现说您都查不到呢。您是不是有的时候要一些资料要没有啊？要这个单位来帮忙，哎，要资料也要不到，要内容也要不到，要啥都要不。那是不是我们有特侦组的话，也许你真的会知道为什么会负债这么多呢？我跟你讲，你想想这呀，因为吼，单局底下我拢叫伊花钱嘛啦。哎，有啥嘛？敢知为虾米？就好开的啦。嘿，3300几亿内底吼，伊家己一个人开1000几亿啊。这不是我李雅静讲的哦，那是伊伫个艺术厅的时阵讲。李雅静讲，李议员，你讲我负债为高雄退付，退高雄哦，负债3000几亿，我无认同啦。迄支麦克风甲我喊劈劈过，阿亮，你搁家己压过来，讲啥你知道？我卡开1000几亿尔啦，1100几亿，1100几亿，讲甲我讲尔啦，这有道理无？所以就是我为什么叫伊花钱嘛啦？啊，我为什么讲哦？你想伤济啊？因为伊要落金之前，所有诶物件拢叫做机密啦。所以阮议员要调什么案件哦？机密，嘿啊，机密，一个简单的公文会议记录，嘿啊，机密，机密，机密，调一个案件，调一个公文，一个月两个月调袂到，阮阁是专案小组，袂啊。阮伫个议会议事厅的时阵，何个在？咱迄个等一个人，什么人？林公诶，阮迄、那个，阮迄个迄个市长讲哦，我伫这宣布，所有市府的公文拢解密，拢总解密。所以，只要咱想要了解案件，伊拢绝对支持，互咱。会当对着这个弊案，会当来查。但即马你敢有听？咱应该是迄、那个，应该是船长还是强强军大哥在讲哦？气爆善款，恁有捐着钱的，请举手。一入所得嘛吼，因为我嘛有。啊，捐了心甘情愿的，请举手。我甲你讲，
我关了足唔甘愿，起先足甘愿，因为百姓的痛就是安尼痛，百姓的苦的艰苦就是安尼苦，所以我伫个气爆的第一时间，当伊搁伫个某咪所在，伫下班的同时，伊讲哦，伊讲九点半，九点。是一下班时间，我就回官邸。九点多是下班时间呐、啊，九点多是下班时间呐、啊，下班时间呐、啊。我唔知道大家有看到这段咨询无啦？啊，这上咨询的，恁知无？你有巧，我有爱你。伊是阮高雄市的市长诶，市长下班时间吗？我甲大家报告，韩国瑜。在咱高雄市做市长的时阵，阿伯请假的时阵，每一天，咱也要跟伊讨论着公务。伊回去到伊的官邸的时阵，伊歇困的所在时阵，拢有那是早一二点啊？为什么？因为伊拢透暗时啊，招着阮的副市长去到现场在看，因为伊要让阮高雄有一个上安全、上简单的小确幸。什么还什么小确幸？路会白啦，路顶会光啦，水会通啦。当登革热大爆发的时候，从台南到高雄到屏东，上上严重。高雄市啦，阮高雄市阁有一个李伟公哦，你若无得着登革热哦，都毋是浙江的高雄人啦，这啥物天理啊？这就是新潮流，这就是安民进党执政的环境啦，因为。因敢那因要做因看会到的工课，路面也好，水沟也好，甚至是路顶也好，这拢是因感觉无重要的，因为伊无咧管百姓的死活啦。我嘛甲大家讲，今日中昼雅静去上一个节目，你敢知影？帮因讲话迄个人，伊的牌啊顶悬写：问阿仔，恁若拄着伊好用因遐个朋友啦吼，伊邀请个朋友讲哦，你若拄着韩粉的同时，会记个哦，手机爱举起来创哈，爱直直甲因录影。啊，我甲大家讲吼，咱明仔载吼，穿好水水，啊来做大明星，啊，咱来高雄欢乐欢唱，光荣高雄，安尼好无？会记个哦。明仔载来参加咱的游行，爱穿什么花、什么色的衫？蓝色、白色、红色，还有这些元素，好唔好？啊，咱个用哦，足有创意啊，你好唔好？啊，咱个唱《快乐的出版》好唔好？好，让因来看卖啊，什么是安的光荣